아유, 애초에. 包养你吗？是你亲姐台词儿。你说，你到底包养了多少女？这个你当然知道。你不怕吃醋吗？只要你敢说，本小姐就不会吃醋。从什么时候开始说的？从同事。在我的萌芽时期。直接从你的受孕期开始说。受孕期。要不就别捋了。不行。大学时候，两个，就是后来工作了，生活特别艰苦，那感情生活肯定是更，也是零零散散、阶段性，有那么几个，但没有长期保持性生活的。新浪的一个贝贝，还有一个公关公司的经理。北京欢迎你啊。你这什么都乱七八糟的，我那都是出于为了工作，我是原则。你有什么原则？三个原则。第一，不主动，不拒绝。第三，不都捋干净了，到你了。我睡觉。你怎么有这么？